生命之醒思，慧明与妙善录音，法景出版社制作。编者按乌雷瓦德尊者生命之醒思系列开示，主要收集了尊者于2010年至2011年在国外禅修营的重要开示及一些佛法问答，由帕奥禅林的女禅修者中译后，于2012年在帕奥禅林以中文为女众禅修者们讲述。系列开示包括七个主题及一些佛法问答，共13讲。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谁错分2讲，负担的承受者分4讲，天神的3句话，天使经开示录音分为2讲，文字资料合而为一，生与死、十八拉密、问答皈依、师生之间等、问答成功的修行等。这套文字资料由多位贤友录入、校对、编辑与统稿，历时近半年才告完成。最初只是由于月禅子、雨过天青、水晶等几位听闻过尊者此系列录音的贤友，发心想要整理出来，利益更多同修，于是组织了南传上座不群的贤友们，把录音中尼师翻译过后的中文依照录音听写出来，并整理成文档，供大家参考学习。后来在参与听写的过程中，丽丽贤友提到正在北京受邀指导禅修的大修师打算将其中负担的承受者系列单独先出书，就与月禅子贤友将当时听写工作的情况及进度告知了大修师。为严谨如法的对待出书仪式，大修师通过月禅子贤友告知，假如要出书需要先将整理好的文档经他审校之后再转交尊者，经尊者同意及校正之后再出版。几位组织听写与校对的贤友都觉得这不仅是大家累积巴拉蜜的大好机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提升自己对法的认识。怀着这样的心念，就在之前的听写校对工作基础上扩充了统稿、排版与版面设计等相关工作，并联系了负责相关工作的西西、和风、玲玲贤友一起进行。在统稿工作将近尾声之时，真实贤友通过与禅林的卡鲁纳尼师联系，得以让雷瓦德尊者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尊者通过卡鲁纳尼师告知我们，一、此系列开示中负担的承受者已经由新加坡帕奥禅修中心翻译并出版中译版简体版；二、天神的3句话和生与死的主要内容来自尊者2006年所出开示集《觉醒吧世界》中的天神的3句话和死随念；生命之醒思系列中的相应开示则译自尊者在2011年印尼禅修营中所做开示，其中依当时情况需要，尊者开示的内容又做了一些的调整。若欲出版成书，能依已经校正好的英文版再做中译而后出版会比较理想。三、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和是谁错的英语开示是尊者在2011年于新加坡和欧洲的拉脱维亚在现场因基督教而说的法。以前尊者曾认为若欲出版成书需先在内容上做出改善，最近尊者的一些在家弟子在为尊者的多场英语开示，其中有包括了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和十八拉密及佛法问答做笔录，时机成熟即可处理成英文书籍。若大家能耐心的等待尊者新的英文版书籍出炉，而后再出中译版的书籍会比较好。这样将生命之醒思系列开示出版成正式书籍的因缘看来不太具足，我们就学习保持中摄。但在这过程中，所有参与的贤友已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与真实的法义，并感受到尊者与尼师的慈爱，弟子们也心怀感恩与喜悦，愿以此为力精进于修行。目前就保留着经尼师翻译过的尊者与大家分享的生命之醒思与音档，同时也将这份凝聚了众多人心血的文字档与身边有缘者分享，或许还可作为日后再翻译时参考之用。此文字档是以开示录音的录入文字为底本整理编辑的，开示文字通常不同程度的带有口语化的特征，而且为了让听闻者明白且记住，常有较多重复之处，
编辑统稿时以不改变文意为前提，对此类文字做了较多的删改及修润，希望能更符合书面文字的标准，因此个别处跟录音档的表述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若有任何误权与疏失还请原谅。另外，在开示中按内容增加了小标题，以方便读者查阅，同时为了方便初学者，对一些佛法专有名词做了脚注补充说明，比如五蕴、心路、劫生心等等，并在脚注之后注明了参考资料的出处，以方便读者做进一步学习。开示中所引用的经文，凡能找到出处的，编者都尽量尝试按巴利经文来翻译校对，希望借此尽量减少由于语言的多次转换而造成的语义变化与缺失。所有依巴利原文翻译的经文，在脚注中均注明出处，以方便读者查阅原文。由于资料是从中译后的开示录音整理而来，文字原稿未经尊者审核，因此仅作为内部学习参考资料。关于这些开示中译本的最新进展，列出如前所述，相信到时很快会有相应的中译本与大家见面。在此过程中，感谢将尊者的开示整理中译，并用中文宣讲的帕奥禅林的女禅修者，感谢大修师与帕奥禅林之息我们相关工作情况的卡鲁纳尼师对我们的关爱，感谢将生命之省思系列开示录入成文校对整理的众贤友参与者名录附于文后，特别感谢西西贤友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统稿与排版查漏补缺，感谢丽丽月禅子贤友联系大修师审教听写稿，并于百忙中参与大量听写与校对工作，感谢和风和水晶贤友参与校对全书，感谢大修师傅的指导和真实贤友帮忙联系出书事宜。此开示的编写整理是上座部佛教群众贤友共同努力的结晶，正如佛陀所说的，教导法者给予不死，是何经尊者也曾说，译者甚至流通佛书光碟的布施者，也是在弘扬佛法，也是不死涅槃的施予者，故以此法布施的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父母亲师长同犯行者，所有追求正法的人以及一切有情，愿大家随喜的功德成为早日证悟涅槃的助缘。萨度萨度萨度。由于编者能力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见谅并指出为盼。上座布大德开示听写群，2013年10月。回向与发愿，我等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解脱诸苦恼，获得诸成就，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愿我摧毁诸漏烦恼，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愿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愿我直至证悟涅槃皆不欲于人，只亲近智者。善哉善哉善哉，我随喜。